意思。作为中方选手啊，他同时呢又是一家俱乐部的老总。红方选手魏传辉是著名的这个散打运动员，退役以后这个办了这个搏击的俱乐部，而且是重庆本土的选手。这个正面对手，这比赛看看还要注意一下比赛节奏的这种掌控。明显的前腿组合，红方选手似乎没有腿法，这个应该说呢，在技术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自身的一种失误。南方选手好像没有用腿法，但是主要想用后手拳来制胜。所以呢，比赛中啊还讲究呢是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腿打人。对，这个老师还是最重要。好，话音没落，然后出现了这个人非常震惊的局面，有点意外的一点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速战速决。比赛结果，红方选手 KO 对手获胜。离开拳台已经8年，再次重返擂台的老将，重庆无可名俱乐部的总经理